今天来到更少来的北山，京都北山区附近了。来找朋友，来。我这区连观光客都很少会来哈。我这第一次京都音乐厅，我们第一次来。大軍閣より暮らしを豊かにと一方に日本共産党の2人に一方が我们这条路将一直这边就是这条路叫北山通。嗯，对，它一直开到底，其实就真的是其实都是新的街道啊，毕竟都是很小的很陈旧的街道，跟台南一样啊，没有咖啡，没有包台的咖啡馆耶，好特别哦。可是听说一般人进不去，走吧。因为他们都是强调自由进出。我们带小朋友其实出门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太早，但是我都会早上一个人自己出去。我有看到你，这边小孩，这全部是香果子树啊。哦，因为我们在台湾也很爱捡，台湾也有很多。对，台湾的香果子也很多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真的。救火炬。好了，我们没有去爬大文字山，我们来走另外一个庙的。武山送火的庙的字点火区哦，宝芝池自然保留区。要小心哦，它有一些看起来是圆圆的。前方就是比瑞山了，这个土是软的。那我们现在沿着宝芝池的池边散步。哇，这宝芝池上面这个小山上面有很多鹿哎。日本妈妈就是 一直在煮饭。对，因为台湾的便当100块东西，什么又有肉又有超级样菜。你知道我们家小孩回台湾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吗？鲅鱼鸡。我就吃。对，因为那个是。对，我这我其实有点想，我想。就是一个便利商店的冷气的便当。就这样而已。因为光光。对，而且。不过台湾现在物价虽然高，但是再怎么高，你外食。那是因为台湾的那个小吃跟便当店的太种类太丰富了。对 对，这个可能是台湾就是觉得好像什么随便吃都可以吃很多样，而且你也不用花太多钱。对对，在日本可能就比较难。就是而且你晚上你肚子饿，你想要吃，随时都有热腾腾的东西。对，烧仙草。是是是。好支持的鲤鱼，看起来看起来很好吃，很多牛逼。而且你，
有啊，过来又来飞了，呜呜，哎呀，哎，这边真的很舒服，很漂亮。哇，好大只哦！这样子外国来的学生，比如说他可能是爸爸妈妈外派日本，对。然后像他们这样子啊，他们的日本课是不用跟着一起上。哦，那就比较好。对，他们的日本好恐怖哦，他飞好近。对啊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好了。我这边在这边的好像都已经习惯了。到了，到了。哦，蛮大的哦，那个公寓那个溜滑梯很大，那你会喜欢。你得是哦。哎，你要看我们在哪里了，还不见，那边都难找的。哇，宝芝石的儿童乐园，我忍哦，珍珠奶茶，有珍珠奶茶哎，我跟你。坐在这里 ，here。哇，好欢乐哦，这边太欢乐了。来不及啊！那确实我很安嘛。对。这个也是两节的、啊。哦。